港媒报道，李玟与加拿大籍富商老公布鲁斯经传婚变，原因是布鲁斯三番四次出轨。据爆料，指半年前女方已搬离昔日爱巢，两人目前处于分居状态。李玟的闺蜜部分好友被欺负，暴踢布鲁斯多番出轨，两个妓女偏袒爸爸，令李玟孤立无援，更委屈到生病，暴瘦到只剩84.3斤，遍体包骨。